现在有追求者吗？现在吗？还蛮多的哦，从排到巷尾，从那个台北排到深港。有啦，情人节那个办公室像灵堂，办公桌嘛，所以就很多就那种花束。然后员工说：“老板娘，你的那个变灵堂了。”我就面子笑。丢丢妹黎明生，婚后桃花旺，朝办公室花束像灵堂。老丁就老哥，阿布就阿爸，今日未下，未还散，未不罢。直播天后丢丢妹以泼辣豪爽的风格深受大家喜爱，先前和前夫打离婚官司，品牌连同名字丢丢妹都丢了，归给前夫王新正，以本名黎明山重新出发。离婚后的她出席活动，看起来格外神清气爽。离婚后你会觉得变很美吗？现在有追求者吗？现在吗？还蛮多的哦，从排到巷尾哦，从那个台北排到深港。有啦，情人节那个办公室像灵堂。办公桌嘛，所以就很多就那种花束。然后员工说：“老板娘，你的那个变灵堂了。”我就面子笑。重点是要爱屋及乌啦，我家人要喜欢，这比较重要。那你会觉得孤单的时候？不会啊。我每天忙得要死，而前夫二号以丢丢妹平台发长文宣布个人将会退出，不知道忙得要死的黎明山有没有 follow 到这则消息？前两天才知道，对对，有看到，有很意外。其实还好因为那是他的事情，他们内部的状况我实在，我说真的，因为真的不太知道。他是有就是财务有困难，但怎么会不得？我觉得不会有债主来跟你借债。没有啦，没有，不敢啦。他们因为跟我没有关系，我是很少会看他们直播，就是会跳出来，可是我不会刻意去点看对方的直播，蛮像的风格。他们比较柔，对，我比较凶啊，因为没有杀伤力。哦，有了，标准老实说不是关卡，他们那些妹妹都很努力，对他们真的也很努力，他们要加油。恰巧逢中秋连假，煤气大增，想必直播天后这一波铁定赚很大吧？就还不错，好啦，数字几位数，几位数，一定有数千万啦、啊。哦，到九位数，九位是怎样？二十亿，亿，多少？几万亿啊？我们要当标题是不是？对，我们在啊。上亿，没有，我觉得每个月有在成长，就蛮意义的，因为我觉得大家经济都不太好。是，对，因为我觉得要将心比心。对啊，不是说就一定会打断嘛。对，对啊，我觉得自己本身要努力。对，然后客人要喜欢比较重要。爱拼才会赢。